年前来过，然后我在这个舞台上，我竟然有眼不识泰山，因为我说他金牌球。哎呦，北韩现在还没有打南韩。哎，对，我觉得是因为南韩有 BLACKPINK， 你怕我基础像秘书，对不对？我开花，我能让你脑袋开花。你敢打 BLACKPINK， 全世界与你为敌。就算世界与我为敌，全世界与你为敌。我们应该要先聊天的。不会，真的哈。所有喜剧人都好害怕上综艺节目，原本今天是要证明说我们可以，结果呢，节目效果很好，当然，结果，再七年好不好？再七年，今天来了这一位朋友大来宾，我讲真心话，大有来头，八年前来过，然后我在这个舞台上，我竟然有眼不识泰山，你那时候对。后来听说他心里面落下了一个心病，因为我说他金牌球。哎呦，耶稣见我回来了！好像李小龙哎，那我今天是一个示范表演啦，所以我想要跟后面的表演者就是有几点声明，可以做的事情跟不该做的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所有人表演都是五分钟，所以要掌握时间。五分钟其实是一个不太好掌握的时间。小时候打电动，然后妈妈说再玩五分钟，你通常玩到天亮。哦，可是男生跟女朋友讲说在床上，嘿，我要跟你玩到天亮，通常只有五分钟。掌握时间，哎呦哎呦哎，掌握时间。第二个，不要滑中。取宠，好不好？你不可以讲到一半就直接置入宪哥的产品，像这个马拉轰天雷，这是哪个维？连线迅速，音质好，两颗只要6000球，6960，全球统计6960，我靠，这样子太可怕，这样子太惨媚了，不要做这种事情，不能做这种，绝对不行，不可以做这种事情。我这到货真的很快，哎，对的，两天前才买的，昨天就到，好厉害。参考一下，我今天通告费全部砸在这上面。OK， 好啊。那废话不多说，就进入我的这个五分钟的表演。那大家都知道，电视上面的内容是有一些东西不太能讲，像是新三色啊、黄色啊、政治啊、脏话，我今天都会讲。太漂亮了，对，OK， 好，真的吗？好，那今天我想说带来一点轻松的话题好了，我们来聊一下台海战争怎么样？哎，因为我去年巡回的时候到美国，最多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，哎，你们台海战争会不会很紧张啊？是不是快打起来？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所有台湾人给的答案都是啊，那个没事啊，那个顶多就是死掉而已嘛，对不对？所以。剪掉，剪掉，我拖好不好？我拖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。我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我一直跟我身边的人讲说，这个对岸有很多导弹对着我们呢、啊。可是我朋友就只会讲说啊，那不就很调皮导弹？我想说，请问可不可以有点反应？笑死，笑死！我先停下来一下。你有想到七年前吗？我有，既视感很严重。我这七年前，我的能力一点都没有进步。我单纯就是指望他们可以给我一点反应。重要。不要吼观众。但是我现在好崩溃啊！他们很害羞啦。对，他们害羞。害羞啦。我继续讲喽。这样。确定哦。好，反正台海开打，我是觉得我们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啊，因为将来以寡敌众，我们要一个可以打100个，所以我们要决定要派谁出去。我个人的建议是酒驾惯犯去当神风特工队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哎，不错不错，酒驾惯犯当神风特工队，因为第一他们喜欢酒驾，他们本来就不太在乎自己的生命。哦哟，对，然后叫他们驾驶一个交通工具去撞另外一个交通工具，他们驾轻就熟。也对，对他们来讲跟喝水一样，没错，或者我该说跟喝酒一样。对，就处理掉人数的问题。可我在想到底为什么台湾人好像不在乎这场战争，然后就想到大家其实平常活在这个社会就已经太辛苦了，大家只会关心自己银行存款剩多少，是股票赚多少。像我想问宪哥，当初那个肺炎爆发，股市大跌，后来反弹，有上车吗？当初有上车？我本身是不买卖股票，不买卖股票 ，Easy come easy go。我们如果想要赚容易的钱，你也来得容易，也会去得容易，去得容易，哎，千万不要这些，不行啊，不行不行，我们是靠摇屁股赚钱，摇屁股赚钱，一摇就是40年。
可是这是绝妙机会了，稳赚不赔。嗯，因为你看新冠肺炎股市大跌，后来反弹，后来乌俄战争股市大跌，后来反弹，所以台海开打一定要上车啊。真的上的会是灵车，但没关系，就至少上了一个车嘛。到时候台海开打，我们全部人冲进去放空台股，好不好？三倍杠杆放空台子期。不是你们举笑时也有表情。三倍杠杆放空台子期，那传来线报说啊，桃园机场炸毁，说好爽哦，我刚好放空华航哎，中华航空、长荣航空，空空空，拉拉队都出来跳说啊，炸裂台子期，一起炸裂台子期，好开心，超爽的，一起炸裂，超爽的，赚翻了，买房子会都会看，哇，没有房子可以买，好开心哦。可是最后还是要认真讨论一下，就到底要怎么避免这场战争？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借镜，就是到底为什么北韩现在还没有打南韩？对，我觉得是因为南韩有 Blackpink。哦，是吗？对，南韩有 Blackpink， 因为谁敢打 Blackpink 啊？对，你怕我基础下面一数，对不对？我开花，我能让你脑袋开花。嗯，你敢打 Blackpink， 全世界与你为敌。就算世界与我为敌，全世界与你为敌。全世界的国中妹跟高中 gay 全部拿起机关枪，开始啪啦啪啦，把你射倒在地上。地方喊杀，我们喊丽莎，对不对？啪啦射到地上，然后对他唱说 ：Hit you with that doo doo doo。我们应该要先聊天的。不会，真的哈。很棒。对呀。我也不要讲。我今天来是想要。打破我们双方中间这个高筑的冰墙哦，有藩篱。对，真的，所有喜剧人都好害怕上综艺节目。原本今天是要证明说我们可以，结果呢，节目效果很好。哎，当然。结果我，再七年好不好？再七年。不要了，不会了，掌声鼓励。很棒啊，很棒，来掌声鼓励。今天我证明宪哥是对的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这都折掉了。但是当时是真的不好笑，真的。喂喂，什么剑？你敢插剑？插剑！插剑！信任，信任游戏。这我为什么要摔成这样子？真的是信任游戏，信任游戏。所以哈，我好惭愧。我后来才会答应说，哎，我要去上那个伯恩夜夜秀，贺龙，后来是贺龙，伯恩夜夜秀，我不知道是贺龙，贺龙，我跟他又没有交情，又不认识，我是冲着你去的，我不记得贺龙，我只记得龙龙。可以先跟宪哥报告一下吗？就是其实呢，我觉得那个报道它有点夸大了我当年的，我没有那么伤痛。因为报道是说是写说创伤症候群。对，就是你，我们也知道面对那个媒体啊记者，他们就最喜欢找你一个不想回答的问题，一直钻，一直钻。